词汇啊。对，然后他有一个，他有那个网络查得到吗？可以，他在脸书他有一个特词汇。特词汇，对，特词汇。特词汇，对。然后这次的事情，特词汇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，他有好几个这个社团在办。没关系，我知道那个特质会，我去查就知道了。然后另外一个是，那个直系潮流。直系潮流。对，另外一个是直系潮流。直系潮流。然后这社团都是办植物展，大部分都是按，几乎都是植物展。大概什么时候会来办？不一定不一定。对，然后可以加入社团，它都会有讯息。因为像，因为接下来在云林，然后在接下来在梦时代，然后接下来会在那个苗栗。梦时代我也有去过。接下来会在屏东，然后再会在苗栗。这样子。对，就讯息都会在社团上公布。好。或者是你可以加入我的社团，我也会。好。找 QR code， 然后加入我的社团，回去可以再慢慢再操作。好，谢谢你啊。谢谢，感谢你。不会。谢谢。
啊，银冠他的。Thank you.
你第一有没有签好？对啊。